我其实真的蛮喜欢他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他是潘老师底下的那个老师。他上，你有看到他上我们节目吗？我有看过他上你们节目，然后那时候我还打电话给潘老师说，哎、欸，你们家这个老师好笑笑好正哦。他说如果你敢就是跟他要联络方式啊，他一定会找你家祖坟。他说可不可以讲？苏红是我自己的理想型，真的假的？来了，理想型，你再跟他在一起，你这样辜负他。那我们就来欢迎海产的联谊对象。笑笑哇！哎，你脸红干嘛？害羞什么？没，因为我其实真的蛮喜欢他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在 follow 他？我有在 follow 他，我知道他是潘老师底下的那个老师。他上，你有看到他上我们节目吗？我有看过他上你们节目，然后那时候我还打电话给潘老师说，哎，你们家这个老师好笑笑好正哦。他说如果你敢就是跟他要联络方式啊，他一定会找你家祖坟。他说可不可以这样？他说我妈蛋，你看要他来，我找你家祖坟。我跟你讲，然后我骂掉了。所以你真的对他是有好感的？我是固定会去他的 Instagram， 每一天都按爱心。真的？所以你今天也是第一次看他本人吗？我算是见过他几次了，可是今天这次就是才真的是来配对。你们私底下没有聊过天？我不敢啊，因为我对于真的喜欢的人，我会害羞。他有密过你吗？就会回讯息、现实动态啊，那就是有啊，脏东西啊，脏东西。你有发现海产给你每一篇都按赞吗？有，他其实会，而且他在节目上也有时候也会提到，就是说他很喜欢我这样。你说你不在的话，他也会讲。对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就我有看有一次就某个节目，然后他有说，就是有人就说啊，他要跟笑笑讲，他就是他会有做一些反应这样子。所以那你有高兴吗？这个会很伤哎，可是我们很高兴哎。海产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哦，因为我觉得他很花心的感觉，因为他在节目上对每个人，他妈在前面，我妈在前面，可是他妈妈我可以啊，他妈妈我可以，就他妈妈感觉就是一个，如果当那个婆婆的话，可以，可是不要像他儿子，你有理论啊？你觉得海产很，所以妈妈海产。被人家觉得很花心，你要不要帮他讲一下？他真的是花心的人吗？其实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很花心，其实他不会，他蛮专情的。对，因为上一个就五年了，五年，啊、每个都交很久，是蛮久。在上任就三四年了，所以你真的不可能考虑海产吗？如果他就是可以多相处看看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相处过，就可以。因为我觉得他蛮好笑的，就幽默好笑。但我幽默好笑，你觉得很重要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就很有趣啊。那像舒红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嗯，其实舒红是我自己的理想型。真的假的？来了，理想型。对，就是我怎么理想型是怎么样？干干净净，干干净净，高高的。你是色情狂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再跟他在一起，你不要辜负他。可是我是害怕我给他最后的温柔哦。哎，他有严重的自恋狂哦，这点你要知道。我觉得我是那种可以为爱我就会忍受和包容的那种。哇！可是他曾经被他的前女友说他很恶心哎，他恶心没关系，就我可以接受，就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很帅。哇！不是，帅就是一切。现在是我在玩吧？现在他是我吧？跟你什么事啊？先换我了。好，所以现在，如果好，你要坐到那边，你坐到你旁边坐的人是谁？舒红。那如果今天你跟舒红真的在一起了，嗯，然后你们俩妈妈也在，你有可能在妈妈面前跟舒红吵起架来吗？不会，我其实不太会生气，我是脾气很好的人。真的？对，我是脾气很好的人，我不太会生气。什么事情你真的发飙过？可能跟女生太亲近，或者是如果你是会吃醋，我会吃醋，但是不会乱发脾气。我不会乱发脾气的。所以如果他明明跟你在一起之后，然后你看他手机还有跟别的女生暧昧，那我会，我其实是属于会遇到这种事，我会属于冷静下来，然后再跟他沟通。但如果他好好跟我讲，我可能会原谅他的。哦，好，我跟你讲说，我真的很喜欢跟别的女生暧昧，希望你可以接受。那我会跟他说，我就是滥情，沟通说看看要不要就是分开，或是他找更好的，但我不会去跟他吵。这件事情我就感觉不适合。妈妈是不是觉得完美？脾气这么好，不错啊。舒红，你就跟他配对啊。等一下，你再多想一下，不一定要答应啊。够了，现在换我。快了，姐姐，我在玩，现在我在玩，不是在玩的。
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嗯，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叮叮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。叮叮